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今天有事去县城了，然后我们这里今天赶集，就叫妈妈帮忙来看店啊。这时候从县城回来了，看一下她今天生意怎么样。妈妈这时候还在忙哦，天天也在这里玩。耶、yeah, ，还在忙啊？耶、yeah, ，那个美女，那个美女。不知道大家对她还有没有印象？我的发小、闺蜜、同学回来了，哎呀，好久不见了，好久不见了，我感觉我比你胖好多了呀。差不多，嗯，差不多。哎呀，你今天终于有空在那儿耍了，哪个买的？美女买的，看今天买的多哟。今天买个十一件，跟你说。买个十一件呀。耶、yeah, ，可以哦，像我平时在店内每天都是两三件。可以可以，哎，还是我妈能干些。哦呀。你穿。嗯。来，穿起我看看好不好看？哎，瘦了就是好，我赶紧减肥。嗯。啊，好看。哎呀，好显白哦！就是里面这个是毛衣。嗯，木兰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远距离看一下，好赞哈！嗯，你要给我当模特嘛？哎呀，人又漂亮，身材又好。很好看哦。嗯，好看。嗯。这件衣服我还是不喜欢，就是感觉我喜欢穿没得你好看，我脸大些。你买哪一身算了？不算，反正就好看，我有啥算的啊？嗯，哎呀，小二呀，你看你那么多年还是没有变，我们都有几年没看到了。下面今天他在外头待着，哎，养得那么到啊。他在那里，戴起口罩也没戴起口罩的。嗯。主要是你一直没变，还是那么年轻漂亮。你看我们都，哎，这个娃莫讲了，这个就是保养和不保养的区别啊。你穿到麻得不冷？减肥有一次，也是照样的保持你原来的身材。啊，跟你努力加油。我向你看齐。真的是，你看你肚子上一点肉都没得。有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把毛衣送了。嗯。今天我的大客，大客户。要还买点给你。嗯。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也好想有姐姐呀。来嘛，这里。我要抱大腿了。来，我们二十多年了啊。哦，马上暴露年龄了，马上三十。就是。嗯。还是没变，真的还是没变。你还是好看。至少现在围娃娃的。好老呀，我的。哎呀，我要赶紧减肥了，我要真的。我妹妹讲，不用加美颜，你就那么就很漂亮了。哎，现在我们的衣服只有这么几件了，零零散散几件，基本上全部卖空了啊。那两件是爆款，进的比较多，也只有最后两件了。然后这上面已经卖空了，这里面。赶紧卖完，过年。今天辛苦你了啊，王老母。哎呀，早晓得我，你都该早点回来帮我收好嘛。我发现你来还能干些。哦，就是今天卖那么多。啊，要得要得，没得问题没得问题。嗯，还有双孩子啊。嗯，知道，我晓得了。哎呀，太能干了今天。Hello。大哥，叫叔叔，能干。我们都准备回去了。走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再见。拜拜。再见。再见。天天。走。好了，现在我也回去了，我也回去了。今天妈在那个他买过十一件。好凶。太能干了。
英雄的多。